请掀开讲义第34面，34面第5行，我们看经题第2个字，说说是月也。月所怀也，佛以度生为怀，今众生即属堪受净土大法，究竟解脱故今落说异常崩坏。今体前面这2个字，它的含义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跟一般大小乘经上所冠上的佛说2个字意思跟境界都不相同啊，唯有此经是究竟圆满。那么前面跟诸位说过啊，这个地方的佛不仅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其他经里面这个经体上有佛说，那个都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唯独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这3部经那个经题上的佛说是一切诸佛所说啊，所以这个是跟通常呢这个经题的这个意思不一样啊，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说，所有一切诸佛都说啊。那么说呢是欢喜的意思啊，喜悦，这个喜悦跟乐不一样，这个悦是从内心里面升起，乐是从外面境界啊，这个称心如意的境界就觉得很快乐，那个境界离开了乐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乐是从外面来的，悦是从内发的啊，所以它的意思不一样啊，悦所怀也啊，佛心里面非常欢喜。欢喜的是什么事情呢？佛唯以度生为愿，佛的事业没有别的，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的事业啊。你成了佛，成佛干什么？成佛就是干这种事情。可是众生呢，根性不相同，缘分也不一样。佛是有智慧有能力帮助众生，众生能不能接受呢？是不是这个根器？语言有没有成熟呢？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
有所谓三乘说法、五乘说法。那么这些说法的方式，就是因为众生根性机缘都没成佛、没成熟，所以要长时期去培养它，去熏陶它。但是众生业力不可思议，这个业不是一生造的，生生世世无始以来，佛虽然非常热心的教导，希望众生早一天能够脱离苦海啊，奈何众生业力很重，往往被业力牵着走了，不学了啊，像一个好老师教学了，学生逃课啊，不肯接受教导，因此反复成佛要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常常听这个经上讲啊，三大二僧祇劫无量劫，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啊？这里面包括逃课的时间。哎，如果乖乖的上学不逃课，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众生这个脱逃啊，一逃时间就很长啊，甚至于多少劫都回不来啊，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民的，真可怜呐 啊佛虽然明念呢，但是也无可奈何啊，也帮不上忙啊，所以佛看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机缘，给他设什么程度的法门。可是今天呢，这个法门那就不同了啊。这个法门在世尊啊，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设无量法门当中啊，这是第一法门。这个法门给谁说的呢？众生基属啊，注意这个属，成熟了。什么基呢？做佛的机会，成佛的机会呀，成熟了。你想想看，这个多稀有，这个多难得。一切经论教你来生的人生啊，不是人生，教你来生比这一生更幸福更美满，这个佛法叫人成佛法啊，教你来生呢生天堂，享天福，这是天成的佛法。如果你更聪明，智慧更高，机缘越甚，你不想在六道里面搞轮回，佛给你讲四谛法，讲十二因缘法，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个叫小乘中乘，更能发大心，我自己解脱了，我还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佛教给你六度法啊，那是大乘菩萨法，这些都不究竟啊，都不圆满呐、啊、唯独这个法门呢圆满了，这个法门是教你成佛的，
所以是至高无上的法门。那佛怎么不欢喜呢？当然这些众生也不是一天成熟的，事出世间法没有偶然的事情啊，这个诸位要晓得。佛在本经告诉我们啊，无量寿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机缘成熟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熏修啊，这一生才能成熟。如果不是多生多劫的熏修，不可能。经上讲得很好啊，举出大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子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们那一帮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诸位想想，一尊佛出世就算三个阿僧祇劫吧，四百亿，你想想看，那多长的时间？这样长时间的熏修，他的语言还没成熟啊。他们听佛说经啊，很感动，发了一个心啊，动了一个念头啊，希望自己将来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动这么个念头，没有肯发心的这一生当中求往生啊，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呢，这个机就熟了啊。他虽然动这个念头，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他的机缘没熟啊，没熟听这个经，那就是熏修啊，再熏习无量劫无量劫的熏习呀，他才成就。那么由此可知，即这个即属，这是佛是无比的欢喜啊。就好像呢，这个做父母的啊，他的儿女从小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培养，哎，眼看呢他念研究所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你说这个心里多欢喜但是多么长的时间培养出来的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的机缘达到了登峰造极啊，就是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累积而成的啊，所以佛看到欢喜，一切诸佛看到都生欢喜心啊。那么他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呢圆满成佛，于是教给我们成佛的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是净土大法啊，传给我们这个法门啊。那么接受到这个法门呢，听到这个法门呢，你还不想求往生，还不想念佛啊，听到这方面点头，好，非常好，还不想去，对这个世间还有所留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程度充其量啊也不过跟阿舍王子差不多，这一生呢没分，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还要继续去受苦啊，等到来生或者是来世来劫，你的缘成熟了，再遇到这个法门了，你就不怀疑了，一心一意想求往生了，
这个念头升起，缘就成熟了。啊，这个念头要不升起，缘没成熟。缘真正成熟的人，必定是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了，啊，他跟这个世间的缘断掉了，啊，世缘断掉了，啊，这是决定得生。这个法门呢，叫究竟解脱。啊，刚才讲了，阿罗汉解脱不究竟，辟支佛解脱也不究竟，菩萨解脱还是不究竟，往生净土，不退成佛，成的是究竟圆满佛，所以这个叫究竟解脱。啊，跟如来果地上完全平等，无二无别。所以这个机会呀，遇到了，他怎么不欢喜呢？啊，就故今落说了，啊，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啊，这个是佛的本怀，那是舒畅之极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为我们说，要解里面讲的是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地方讲的众生机数到底什么机不晓得，而要解里面讲的他加了两个字成佛机数。啊，这两个字加得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劝人念佛，人家不能接受，啊，不肯相信，我常讲那是很正常的现象。啊，为什么呢？你仔细看看，他像尊佛吗？他不像佛吗？不像佛一定要叫他做佛，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这做佛哪里可以勉强，这是不能勉强。啊，他还要继续，还不晓得要修多少劫啊，才能到这个程度啊，这是不能勉强的啊。所以欧耶大师讲，因为成佛的这个机会到了，所以世尊要为说难信之法，帮助他就近解脱啊。所以喜悦这个说法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第三呢，大乘。第四个小段无量寿。第五个讲庄严。这三句都是属于信德，真如本性的德能，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正的实况。啊，这西方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你把这个这七个字就把西方世界的盛况都介绍出来了。第一，他是大乘，大乘是实况。我们此间的实况是六道里头的人道啊。啊，六道里面人道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实况啊。那么这是总数。啊，像诸佛的同居土，诸佛的
方便土，那是小乘啊，实况是小乘。诸佛的十报土，那就叫大乘。所以标上一个大乘，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十报庄严土啊。那么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人常常讲啊，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是人天的身份呢，怎么是大乘呢？啊，仔细读这个经啊，就明白了；读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就清楚了。啊，待业往生，一品烦恼没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住在大乘十八土里。啊，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夫，啊，是佛加持给我们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好处就占尽了，不可思议了。啊，这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这些大乘就显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的这个国土啊，这个状况啊是属于十八土。这底下是解释大乘这个名相的啊，而不是说它的意思啊，意思我刚才跟诸位报告出来了。那么这两个字的名相所以佛学常识我们也要知道啊，大乘是比喻，乘是以运载为意啊，乘在古时候就是车啊，车身。那么大乘呢就是大车啊，在古时候大车是马车，小车羊车鹿车，一个人坐的小车，羊拉啊，鹿拉，那个大车呢，马车可以坐很多人，啊，这古时候的比喻啊，这个不能跟现在比，现在比这个大车火车大了啊，是啊，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运载量大，啊，那么古时候就用这个，是叫大白牛车，大白牛车就是马车。啊，马车。此经所示，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大。起心念佛，念念作佛了，故所成者大，是强名大成。强是勉强。啊，实在说呢，是名可名，非常名。啊，这个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而建立的。啊，因此这些名相的意义，我们了解，不要去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佛法。离不开名相，但是决定不能够执着名相。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紧的意思，一个是能念之心啊，这是心之本体，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是体，它起的作用就是佛，啊，佛这个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这是印度梵语翻过来的。心起作用就是觉，无所不觉，觉而不迷呀，这个心是讲的真心，
啊，真心本性起作用就是佛啊。如果迷了啊，起作用呢，那就不是佛了。啊，迷了起作用，那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为什么迷了会有那么多的分别呢？迷的有浅深不一样。啊，迷的浅的，那就是菩萨圆觉声闻；迷的重的，就是六道凡夫。迷的最重的就是地狱了，所以这个九法界这种现象的来源，就是自性迷悟程度不同，啊，完全是觉而不迷，就叫做佛，啊，所以这自性起用，体用是一，不是二。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才晓得原来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所以起心念佛，这个念佛的时候，本经教给我们一向专念。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些说的言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诸位想想，净念一才是净念的，二就不净了，啊，净是清净的，二就不清净了，啊，所以念佛的秘诀，念佛的要领，就是一心，啊，换一句话就是专一，绝不能夹杂，啊，有第二个念头起来就夹杂了。那就不叫做一相了，那就变成二相三相了，那个不行啊！一定要一相专念，一就是真心的，二就是妄心的，真心起用就是佛。现在我们用真心来念阿弥陀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啊，不但成佛，而且很快就成佛，啊，没有那么多麻烦的。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啊，为什么他那么快？就是因为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啊，原理在此地。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当然不怀疑，当然完全肯定。啊，晓得怎么个念法？啊，就是要一心称念。这一心要怎样去念呢？诸位要细细的去读经，要体会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与方法，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才会念呢。才不至于产生误会。现在这个念佛的人很多，会念的人不懂。实在讲呢，误会的人还真不少呢。啊，前几天还有几个同学来告诉我，念佛是不是要24小时不间断？我说什么不间断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间断，那行吗？你能做得到吗？啊，
纵然做到了，古人讲的，你喊破喉咙也枉然。那这个净念相继怎么个讲法呢？是净念相继。你细细去想想这四个字，没有说称念相继啊，称念是称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称念啊，没有讲称念相继啊，净念相继啊，净念啊就是一心啊，没有妄念啊。这个念头能保持，那就成佛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妨碍。这是华严的境界，所以古大德讲，这个法门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是一尘当中的一尘，是了义当中的了义，那哪有妨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我们心里头真有佛啊！除佛之外，其他通通没有，这个念叫净念，这个念不中断。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它跟禅不相同的，禅里面净念里头没有佛，我们净念里头有阿弥陀佛，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但是那个成就呢，比禅实在就是高明太多太多了啊，这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禅里面如果得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不过是圆教啊初住二住的地位。去究竟佛国还远之远矣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他修行，佛在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对这些人说的，不是对普通人说的啊。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完成三贤位啊，三贤是指谁？是住、是行、是回向。不是指我们的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呐、啊！换一句话说，从那一天起，他要想成佛，要修三个阿僧祇劫，他才能成就。我们呢，边也摸不上啊！啊，是要到你呀。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一天算起，你没到这个程度不算啊，你才晓得这个多难 啊多么的不容易啊！一个阿僧祇劫完成三贤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初地到七地七个位置，第三个阿僧祇劫八地九地十地啊，到法云地啊。那么往上等觉成佛还有一段距离，越往后面去距离啊越长越难啊。这一些事实我们通通要晓得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法门真叫妙绝了，
他不是走迂回的路子，他当中没有委屈之相，直接叫你用一心称念，一向专念，他教你这个方法，悉心念佛，念念作佛，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很想一心称念，但是念佛当中妄想偏偏多。有人告诉我，不念佛的时候没妄想，一念佛就妄想就来了。其实不念佛的时候妄想就那么多，没发现，这一念佛的时候才发现有那么多，不是说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啊，没有这个道理的。不念的时候没有妄想，念的时候一定还是没有妄想。念的时候有妄想，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烦恼业障，业障杂念就是业障啊，妄想烦恼就是业障啊。我们就用老实念佛这个方法来消除业障，所以业障起来的时候不怕。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什么是觉呢？阿弥陀佛。我们只要一心专注阿弥陀佛，一心专想阿弥陀佛。这个讲专注专想，不仅仅是指阿弥陀佛这个佛像。你这样想法呢，这个意思就太窄小了，包括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最初发愿，阿弥陀佛的修学，阿弥陀佛的成就，阿弥陀佛的帮助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你常常想这些，也就是说，常常想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叫忆佛，所以这个忆佛念佛的范围都很大，都不是一句名号或者是一个佛的相貌，不是的，范围很广，所以经一定要熟，经不熟，那你怎么想法呢？那你就胡思乱想了，经一定要熟。所以这个观想要相应，什么叫相应呢？你所想的完全是经上所说的，这就相应了，你所讲的经上没有，那就不相应了，那就是妄想了，那个想法就错了。所以经要熟，意思要明了，你这个心里面全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这个叫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见佛是果报啊。这个就是念念作佛。这是语言呢，殊胜。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差别了，是在欲缘不同。有人欲的缘很殊胜，我们今天是非常殊胜的，三经五经我们都读过，我们都讨论过，经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的观想与经义完全相应，这就是语言殊胜，那么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
有些人呢，一生当中啊，听到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没有遇到经典，也没有听到人说法，但是他很老实，这种人很可贵，值得尊敬。他就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一辈子，他也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这样的人呢，他往生的品位就要低一点。啊，那么这个说品位高下，诸位要知道，完全讲自分，就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说佛的加持。啊，不论佛的加持。如果论佛的加持呢，那都平等了。啊，品位高的也是这样，品位低的拉上来了。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是平等法界。啊，这个就是一切诸佛所称赞的。啊，它是平等法界。因此，我们这个品位啊，可以不必计较了。啊，因为到那个地方，阿弥陀佛一拉就把拉上去了，都变成等觉菩萨了嘛。啊，所以西方世界是等觉菩萨的世界，啊，我们一往生也就被拉到那个上面去了。你看，这个四十八愿里面是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做阿惟越智菩萨。啊，那么偶一大师给我们讲，都是圆正三不退，那个圆字，那就是等觉。唯有等觉它才圆满啊，等觉以下呢不能叫圆满，所以圆正三不退就是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等觉菩萨啊。这个是齐心念佛，念念作佛，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是显示大乘无比的殊胜。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的人道过得这么一个苦日子，一下就能够超越到等觉菩萨的境界，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从凡夫地修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再破一片无明，然后还要经历三大僧祇劫，这样艰辛的路程，我们在一生当中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机缘超过了开经济上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比那个还要难啊，很不容易遇到啊，我们这一生居然遇到了，中了特奖啊。你要不能把握到的时候，那是真可惜啊，啊，这个机会在你面前当面错过就太可惜了啊，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是放下万缘，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我们才真的能成就，啊，这一生有把握成就。除了大乘啊，这不算，再给你细说，啊，细说到那边呢，医报跟正报，啊。殊胜到基础啊，正报是人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大众，人人都是无量寿，设在家无量，佛为我们介绍的就是无量。西方极乐世界样样都是圆满的，都是没有欠缺的。为什么呢？它是信德圆满的流露。佛在经上
明白地告诉我们，啊，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圆满自信的开化显示，经上讲的真实之际，这个真实之际怕大家听不懂，真实之际就是圆满的自信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西方世界是圆满性德的流露，所以它样样都圆满啊，这个地方用无量啊来表圆满啊，样样圆满，样样都无量啊，换一句话说，你寿命无量，你的智慧无量，你的光明无量，你的神通无量，你的德能无量，我们这个世间人喜欢金银财宝，金银财宝也无量，那样样都无量，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佛呢就不那么麻烦了啊，把这个无量用两个来代表，一个寿啊，一个光啊，寿代表的是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光代表空间啊，啊光明遍照啊，那么换句话说，时空里面就包括一切的无量啊，一个实一个空啊，全部都包进了啊，所以它是究竟的无量啊，真实的圆满。我们看底下的注解啊，梵语阿弥陀，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含义无量啊，经梵无量寿是取其中主要意义啊，因为所有一切无量寿命是第一啊，假如说寿命没有了，好，你有无量的财宝不等于零啊，头一个要有寿命啊，一切的无量你才能享受啊，你要没有寿命的话，所有一切无量都落空了，所以一切无量当中寿命是第一啊，这是特别指出来介绍。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说老实话，寿命都是有量的啊，在场还是有量啊，像我们这个六道里面最高的是飞翔，飞翔天，寿命80000大劫啊，80000大劫还是有量啊，80000大劫到了还要堕落，还要轮回，所以那个不是究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正的是无量的啊。那么有一些人说，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成佛以来啊，现在在实际，将来阿弥陀佛灭度之后，观世音菩萨成佛，观音菩萨灭度之后，大势至菩萨成佛，那么这样说起来啊，他那个无量寿啊还是有量的啊，不过是长就是了啊，长到我们无法计算啊，这种讲法实在讲是一个不通的讲法啊，是一个欠考虑的讲法啊。为什么呢？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呢就成佛了啊，我们在讲其上中讲过很多很多次啊，不止一次啊，我们从三经里面细细的去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即使是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像这个观无量寿经上讲的12劫花开讲啊，
花开见佛了，就是要在国会上讲自己这个本，自己的能力证到圆教初住，就是破一品无名这一份发身。啊，这是下下品往生，在西方世界只要十二劫就做到了。那么从花开见佛之后，这四十一品无名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两三劫的时间就破净了，他就成佛了。成佛的寿命那是真的无量，那就不是有量的无量了。这个我们要明白。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所讲的，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这是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度众生他有缘分的，他所要度的这个众生与他有缘的通通度尽了。观世音菩萨了，那一批法缘成熟了，观音菩萨成佛在度那一批人。这是讲应化，阿弥陀佛的应化。应化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到那个地方早已经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要知道。你往往这些事理没有搞清楚啊，这随便说的时候影响初学的人道心。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透彻。所以这个无量是真实的无量。绝对不是一般人讲有量的无量。不是的。这个底下说了。是此德号名法藏因地缘行，于古地佛德极乐之一真主般，一部所说是无不尽也。所以这个无量寿这个意思贯穿全部的大经。这一部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一切的无量，如果我们细细去观察去体会，才晓得这个经之殊胜，西方极乐世界果报的殊胜，因殊胜果殊胜，因是念佛，果是成佛，念佛成佛。庄严呢，这是篇中在一报上讲，无量寿指正报，庄严就是一报，一报就是那一边生活修学的环境，是真实的真善美慧。一报我们在这个世间只能讲到真善美，决定没有慧。西方世界不但真善美，它有慧。为什么呢？六尘说法，能够随一切众生的欲望，树也说法，风也说法，水也说法，你所接触到的样样都说法，所以它真善美，它里头有慧。为什么？我们现在才搞清楚，原来那个世界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所以所有一切依报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不但里面的佛像是阿弥陀佛的身像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他这个一业法都充满了究竟圆满的智慧。经云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是从因上说。
庄严众行，这一句是佛法这个阿弥陀佛修持上说。这两句可以说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圆满的显现。一切经当中啊，无论是理无论是思，讲的最圆满最透彻的是华严啊。我们这一部经啊，小本的华严呢啊，这个古人讲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所以跟华严是一个品位呀。起心动念，一切言语作为呀，都是诸佛菩萨无上的庄严。又，这都是经常说的，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啊，这个话是他对就是法藏比丘啊。对他的老师啊，世间自在王佛所说的啊，向他提出报告啊，他建立的净土啊，也就是建立的道场，这个道场提供给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缘的众生到这个地方来成佛啊，那个有缘的众生，就是前面所讲的成佛机缘成熟的众生啊，来接引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成佛。第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这三句话是总赞。正行四世无碍法界之圆明具德，圆是圆满光明啊，性德完全的显露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七个字是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果报为我们说出来了，这是我们所求的。那么求这是果，果必有因，若不修因呢，哪里能得果报呢？所以下面呢，这就讲的因行，这属于修德啊，我们要这样的修学才能够得到啊大乘无量寿庄严的果报啊，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啊。那么底下这个修德里头啊，就是清净平等觉，就这五个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修呢？用念佛的方法来修。用什么方法念呢？用持名的方法念啊，用念佛大分呢，有观想，有观相，有实相，有念佛，有持名啊。那么无量寿经跟小本阿弥陀经都是主张持名念佛啊，在四种念佛里面持名最方便啊，其他的那几种念佛都不太容易啊，可是持名也要念到清净平等觉
啊，不管你是观想也好，观相也好，实相也好，持名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念佛的功夫就是清净平等觉。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凡是属于熏修，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熏习。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念到清净心，念到清净心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为什么过去生当中念佛不能往生呢？心不清净。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要注意。啊，要真想往生，一定要心清净。啊，心怎么样才能清净呢？放下了。心不清净，放不下嘛。啊，前年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居士来看我，我不晓得他今天在不在。啊，他来跟我讲，他说：“法师，我念佛念了三年了，功夫不得力，妄想还很多，怎么办？”我说：“你要放下了。”他想了想，他说：“师父，我什么都能放下，我孙子放不下。”那是不能往生啊。啊，所以你得好好想想啊，往生要紧还是孙子要紧呢？如果要想通了，往生比孙子更重要，那你就得把孙子放下。啊，所以我就教给他了，我说你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往生了，你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要放下万缘。啊，然后你的心才会清净。啊，这个世间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啊，不要去执着。啊，更不可以贪着。啊，通通放下。啊，甚至于连这个身体都要放下。啊，身体健康要努力念佛，身体有病更要努力念佛。不必去治病啊，那个治病是什么呢？还放不下了，还贪念这个身体啊，还想多活几天呢。这个多活几天是什么呢？这罪没受满呢，还要多受几天罪呀，就是糊涂嘛。这真叫迷惑颠倒啊。啊，我们看这个修因的这三个纲领啊，清净、身口意三业，离一切恶行烦恼苟染之位啊，离开一切恶业，离开一切烦恼，离开一切污染，那你的心就清净了。这三句话是由浅深意思不同啊，最初的这是恶行啊，造作恶业，这个相最初啊，烦恼在心里头啊，那就比较细了啊，所以从粗的断，从粗的断，再断细的，更细的是念头，那就是苟染啊，那是念头啊，这个通通都要放下，通通都要离开啊。用什么方法来修呢？用念佛。所以这个念头要是起来了，冲动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这叫功夫啊。用久了啊，妄想烦恼自然不起现行了，这个心一起心一动念就是阿弥陀佛，这就叫功夫得力，这就叫功夫成片，只要到这个功夫就能往生。这就说明啊，往生不难啊。
这样的功夫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能做到啊。就是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他不肯做呢，誓言放不下。啊，不但这个世间缘要放下，再给诸位说，佛缘也要放下。啊，我们在佛门里做好事，帮助众生的弘扬佛法，给诸位说，你要是贪着在这上面，往生也往生不成了，那就完蛋了。啊，这些功德都变成来生的福报了，那才叫冤枉呢。啊，所以弘法利生的事情也是随缘不攀缘。啊，有缘应当要做，没有缘决定不要去找啊。啊，我一定要怎么做，那就坏了，啊，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不能往生了。你说这个关系多大？许许多多的念佛人不能往生，啊，这一般人就常说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哪里呢？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多做功德可以往生，错了，实际上他不是功德，他做的是福德，啊，功德了，功是功夫，清净心是功夫，平等心是功夫，那是决定能往生。啊，戒定慧是功夫，啊，是属于功德，啊，弘法利生，做很多慈善事业，福德。这个生死大事，六道轮回，福不能救啊！这从前六祖慧能大师讲过，福不能救啊。经云心经在途径，表一切。啊，表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个一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样称名念佛。啊，用这个方法念到心清净。把妄想念掉，把烦恼念掉，把习气念掉，就恢复到清净心了。心清净了了，一定就平等了。啊，平等里面呢，就是没有分别。清净心里头没有执着，有执着就不清净。有分别就不平等，啊，没有分别，这个事情很难呐，啊，是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你的习气太深了，啊，难在你迷惑太重了，所以，我们念佛上，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旅行的，是做客的，这不是我的家乡。这个地方的事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通通不相干，我就不分别不执着了吧，不相干吧。哎，过几天我回家到极乐世界去了，你能够常做如是观呢，啊，你的清净心平等心就容易得到。这个地方的事情，大小事情样样关心，你还能想到极乐世界，你还能想脱离轮回呀，啊，没那回事情啊。啊，所以这边事情不相干呐，啊，不必想知道啊，有时候遇到了知道，可以遇到了随缘嘛，绝不故意去打听。啊，绝没有一个我想要知道，那就错了。啊，学佛的人，我想的是心清净，
我想的是心平等。经云：“平等者，名为真如。”平等是真心呐、啊。所以十法界因心呢、啊，佛是平等心呐、啊，菩萨是六度心呐、啊。这平等心是佛心。啊，与一切众生，与一切万物，不起分别。分别都没有了，执着当然就更不必说了，啊，不起分别，啊，万法平等，乃至平等者即是不二法门，啊，这个佛大乘佛法里头，不二法门是常说的。什么叫不二法门？平等就是不二法门，啊，二呢就不平等了，啊，是不二就平等了，不二就是一啊，这一心啊，一法界。一真法界啊，心静一如啊，心跟静啊合而为一了啊，心就是静，静就是心，心是一，静哪有二呢？经题中平等觉有四界啊，这是古德了为我们说出这个平等觉里面至少有四个意思，这四个意思很好。第一个是平等普觉一切众生，即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这是专指这部经，专指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的的确确呢是叫一切众生平等成佛啊，实在讲，成佛是绝对不能是平等的，啊，这个是一切经论里头所没有的，这叫难信之法，啊，菩萨都不相信。啊，《金刚经》里面讲的诸佛，那个诸佛不平等的，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的里面告诉我们，啊，诸佛是指什么呢？是指原教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就是四十一位发身大士，这是四十一尊佛，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他们是分证佛，啊，这四十一个阶级不平等啊，西方极乐世界平等，啊，为什么平等呢？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平等的。啊，如果不是平等成佛，那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他发的这个愿了。啊，今天阿弥陀佛成佛了，他的愿兑现了。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跟阿弥陀佛都平等的，平等成佛了。啊，这个是，所以是究竟解脱。啊，无比的殊胜的。第二是以平等法觉悟众生，这个平等法就是无量寿经，就是智持名号。啊，前面这一句是从果上说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成佛，这一句从因上说的。啊，等觉菩萨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信愿持名。啊，我们是凡夫，凡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信愿持名。啊，其他方面呢，我们跟等觉菩萨完全不一样，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修的因完全相同。那在因同果也同嘛，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果报相同。啊，所以这是平等法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是用信愿持名，啊，这因通。啊，第三呢，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啊，这个平等觉呢，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啊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平等觉，
啊，所以他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佛所证的。第四个是专就本经平等觉以及极乐教主之圣号，所以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别号。我们在经上确实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就用平等觉称阿弥陀佛啊，他问摩难尊者，你想不想见平等觉？就是见阿弥陀佛啊。这摩难是当然答应的，是很愿意要见的啊。他就交给他啊，你一心称念向西方礼拜啊。摩难这一礼拜，这一抬头下来，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啊。可见的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叫平等觉啊。这个是就本经上所讲的啊，这个弥陀圣号。这经这四个这个意思，我们就简单念一念就好了啊。这个经呢，意为七经啊，第一个是七理，第二个是七机，与贯摄常法四个意思。贯则贯穿所说之理，摄则摄持所化之身，常则古今不异，法则圆净同尊。啊，这个净就是现代，圆就是过去以及未来。啊，凡是要想学佛，在佛法里要想有所成就的，一定要遵循这个法则。那么底下第三段呢，是讲立体，这个也是佛学常识啊。佛经的经体有一定的规矩，不是随便可以起的，它有七种方式啊。这个七种就是以人、以法、以比喻啊，或者是单独，或者是重复，或者是通通具足。那么在七种方式里面，我们这个经体是具足立体，就是人法语通通都有啊。佛是慈土国人，无量寿呢是阿弥陀佛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证了果的人，所以这是人体里头有人。庄严清净平等觉，这是法。大乘是比喻，所以人法喻都具足。这个注经借据教行理啊，这个一切经里面呢，这个都包含这个意思啊。如果这些意思不完全，那就不能称为佛经啊。所以佛经呢，一定要具足这个教行理啊，这三个意思在里头啊。本理立教啊，本就是根据，根据理论建立教学啊，教是教学。依教修行啊，依着教学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从行为里面显示出真理。故须明本经题中别句之教行理啊。那么在题目当中就把它具足的这些意思为我们指示出来。佛说大乘，这是教啊，以无量寿之理体宣众生本具之大经啊，这是根据真如本性啊，无量寿的理体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经上讲的真舍之机啊。可见得佛说经啊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呢流露出来的啊，而且这是究竟圆满的显示啊，为我们宣说这部大经啊。这里头
有两个字特别注意的，众生本具。啊，所说的不是外面的，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也是净宗里头常讲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所以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真如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不是外面的。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庄严清净平等觉，这是行。啊，这是修行的纲领，是修行的目标。啊，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纲领，达到这个目标。一句弥陀，庄严自心，清净自心，这才叫真正的修行。啊，要是念这句阿弥陀佛，求外面的佛来帮助我，啊，来消我的业障，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啊，这几天有个人，他念佛了，他说业障很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来帮助他，他还是那么苦。他说我念佛不灵啊，佛不灵啊，心外求法嘛，他已经在变成外道了嘛，他怎么会灵呢？啊，所以要晓得这一句佛号是要念的，把自己清净心念出来，那就有感应了。啊，佛心清净。我自己的心清净，清净心与清净心有感应，啊，佛心清净，我这个心起烦恼，在急躁里求他怎么还不来？我这么苦，怎么还不来帮忙？你说这个是糟糕了吧？这个完全不能感应嘛，啊，这是完全错会了意思，啊，错用了功啊。无量寿舍利，啊，刚才讲了，这是信德的起用。啊，表三际业如，啊，三际是从时间上来说，过去、现在、未来，涅槃常住之化身本体，一切众生本具之佛性，啊，是心是佛之本心，是即离体也。那么这就是经上讲的真舍之际，啊，理我们明了了，我们的心呢就定了。所以俗话常讲啊，理得心就安了。啊，心为什么安呢？理明白了。啊，心它才定了，它才不动了。啊，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心里头真有主宰，他的修行才一定成功。这一经体配三觉，啊，无量寿佛是我本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以庄严自心是名十觉，十觉和本觉直取究竟觉，就是体中清净平等觉的意思。啊，这是从三觉这个来说，实在讲呢，这个里面意思的确是无量无边。啊，说又可解为平等觉是我本觉，其心念佛一字庄严呢，是为实觉，实本不离，直取觉路，顿入极光，证无量寿。如是则，平等觉是我因心，无量寿是我果觉，妙义辗转无尽，现在一体之中。古云闻受体名字，获无量功德，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从最浅显的地方讲，三学，啊，三宝。我们就入门来皈依三宝啊，这个名词里头呢，具足了三宝啊，清净是僧宝，平等是法宝，
这是佛宝。三宝具足啊，我们皈依三宝，这才是我们真正皈依处啊。三宝是清净平等觉啊，就是佛法僧。三学呢，戒定慧，戒是清净，定是平等，慧就是觉啊。所以你看题目里头具足了三宝三学三慧，样样具足啊，这才看到这部经的圆满啊。这个密宗里头有大圆满法，这个经呢比密宗大圆满还要圆满啊。那么下面就是正摄经文，经文里头就是续正流通三分啊，前面三品是续分啊，通续给别续，当中三十九品是正宗分，后面六品呢是续分啊。这个这一次我们从新加坡回来啊，把这个经题又说了一遍啊，这边说的也相当详细啊，可以跟过去所讲的合起来看啊，因为从前所讲的今天有很多没有讲，今天讲有许多新意思过去在讲经题没有讲过啊，所以这汇集很重要，也很有必要啊。那不能汇集呢，就是每一次讲的大家都要听，次次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啊，诸位多看多听多参详，才能够把这个经义透彻明了，帮助我们深信不疑啊。这个发出恳切的愿望啊，一心向西方极乐世界满佛度生的大愿啊，也解决我们这个无世界以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啊，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总解决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啊，这个谢谢诸位。